我们现在是离开了昨天晚上睡觉的地级牧场，要往今天行程的蜀都湖最后的步行终点。3851的营地，已经爬升到3910的最高的地方，然后就一路往下走。今天的行程应该是轻松惬意的，就都走在森林当中。那大概2个小时的路程，我们就会走到蜀都湖。昨天跟我们从尼乳一起来的马队，叮叮咚咚的。那昨天鱼也在睡觉的时候都听到这个声音。那他们这小帅哥是从尼乳拉马过来的。那我们现在前面所看到这就是蜀都湖了，美到一个掉渣的程度。只要猛按相机就好了，什么都不用管。来的团友对于我们这一趟的行程一定会羡慕死了，
因为我们这一次到了这个地级牧场是兵分两路，那我们是属于剑角队的。那昨天晚上呢，我们11个人住在地级牧场的上面搭的帐篷，那其他的他们都留在尼鲁。那今天呢是跟我们一起，好，我们会跟他们会合。哇，这牦牛跑得好快，好轻盈啊！但是如果说被它逗上了一下子，不得了，吓死！上面都是我们的团友啊，跟我们一起走。这个地方因为高山，紫外线很强烈。从昨天进入到一路过来，我的眼镜都是这个颜色会变色，好，就紫外线的这个反应。